喂，国伦啊，哎，还好吧？很好啊，不过昨天整个晚上都没怎么睡，不太忍心叫他。千万不要叫他，你都好好睡一觉，反正几个月后我还会再回来一趟，到时候再来看你们。那 拜 喽，哎，回来跟我们讲阿姆斯特丹，多谢你这几个月来对我们两个的照顾。好好照顾你太太跟女儿啊。好，谢谢。 哎，请帮我跟明道和家珍他们打个招呼。他们都打电话过来说有事不能来，今天可是他们大日子。哦，那拜了。拜。